为了掌控命运的轨迹，为了书写故事的结局，我们在此向您发出邀请。先手，不是，先手开启新篇章的序幕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共同迎接。露娜小姐，这些真的必要吗？相信我，露娜小姐，这很有必要。如果您也觉得这样很麻烦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先……拉尼亚小姐，昨天我已经讨论过了。我不是，如果确实有，我是露娜小姐，倒是可以试试。啊！就用我的方式向你们展示一下，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麻烦。自投罗网，惩罚再次降临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抵抗都毫无意义。我会倾覆一切虚妄之物，你只需要聆听这死亡的钟音。看，真是精彩的表演！笑容，露娜小姐，请看这边的镜头。我理解您的难处，但只要一个笑容，我们就可以。现在这样就挺好。